不只是表情，还有他的肢体语言。准确地说，这是心理应激微反应。你想学？那不如先猜猜，江明月哪句话说谎了？给你个小提示，他的谎话不止一句，有的也并非是全然的假话，而是有所隐瞒。确实如此。当我提到生活中的接触时，江明月的眼睛瞬间睁大了一下，嘴唇小幅度张开，这是一个惊恐的表情，而他的回答却是很常规的工作接触和没有矛盾，这很反常，所以他应该是隐瞒了很重要的信息。我找你要江明月的资料，只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江明月的日常照片。我需要通过照片来确定江明月五官神态的基线，也就是观察他表情的参考标准。至于订房情况，那是我随口编了骗他。并不厌诈，只是工作需要而已。我可不是爱说谎的人。那就好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江明月在订房的事上说谎了。他当时一直在无意识地搓弄手指，可见心中很慌张。可以，稍等。怎么样？你还能想到江明月哪儿说谎了吗？在沈西开除两个秘书的问题上，江明月应该是有所隐瞒的。而且最关键的，在还有谁碰过巧克力这个问题上，他也没说实话。他当时觉察到了我在观察他，所以刻意低头，想掩饰自己的反应。如果我说，你就算全部答对了，我还是不会教你，你会生气？因为我不想你做我的学生。我是未名大学的特聘教授，学生已经很多了，而且我想在聪慧的女士面前保持自己的魅力，总要藏一手绝活。你说对？哎，被看穿了吗？我承认，我确实是在和你开玩笑。微反应是一门系统的学科，学起来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实践。你有空闲的话，我可以慢慢教你，但今天还是把测谎的任务交给我吧。
警方是在今早7:45接到报警的，当时就要求酒店立刻封锁现场。第一批同事到达现场是在7:55，现场保存完好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没错，罗曼尼康帝是勃艮第产区的顶级红酒之一。怎么，这个套房的酒吧里有罗曼尼康帝？有梦幻之酒美称的罗曼尼康帝出现在这里，大约是假的。没准只是写在酒水单上糊弄人的，不过严谨起见，还是叫值班经理来问问比较好。值班经理正在接受警方的询问，你们需要稍等一会儿。我对利州了解不多，只听说他这两年拍的电影电视剧人气都很高。如果是在我的研究中心，绝不会出这样的事。保护病人的隐私，是心理医生最基本的职业道德。我可不认为男人的魅力只体现在脸上，气质与谈吐更重要。是的。哦，在这里，便签上只有沈西的指纹。
沈西被发现时身上穿着什么衣服，是参加宴会的正装还是浴袍或睡衣？他穿的是出席酒会时的礼服，这就不对了。沈西倒在床和书桌之间，看上去像是因身体不适从床上下来走向书桌的。而且如果不是累到极致，女士应该不会不卸妆不换衣服就躺到床上吧。礼服可是很怕皱，警官，这个房间的连通门可以打开吗？隔壁房间昨晚是否有人入住？能打开。昨晚在隔壁1817房间入住的人是那个最近非常火的明星立周。立周？沈西是怎么知道隔壁有人，而且还一定会帮他呢？沈西会等在这里，如果不是从床上下来，那就只能是敲过连通门了。我想沈西很有可能认识隔壁的客人。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行动顺序，写便签是沈西做的最后一件事，他敲门在这之前。这就说明他在还有能力求救时首先选择了他隔壁的人，足以看出对方是他十分信任的人。是的，想要证实这个推测的话，就要请物证科的警官对这扇门做痕迹检验了，也许会有线索。这就要看沈西的身上是否有伤口了。在毒发的情况下打碎花瓶是很容易受伤的。警官，昨晚这个房间是否叫过客房服务？没有。小心。要找收拾玻璃的工具吗？还是我来吧。这么多碎玻璃，很容易伤到你的。抱歉，我
不必客气，我应该的。这个是警官，请检查对比一下这片玻璃上的血迹。可以。昨晚这个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沈西连客房服务都不来叫？紫水晶的红酒杯看上去挺讲究的。不仅如此，在西方文化里，紫水晶还是爱情的守护石，象征着爱人间的坦诚、贞洁与勇气。不过和酒放到一起，大概只可能与坦诚和勇气有些联系了。说起来，我闲暇时会自己酿红酒，你有兴趣品尝吗？我会认真准备静候你的光临，比如我会妥善准备好品酒的杯子，绝不会像这家酒店一样把带着水印的酒杯端到客人面前。台上的其他杯子都十分干净，沾有水痕的杯子只有这一个。难道会是某一位勤劳的客人在喝过酒之后自己洗了酒杯？是沈西的手机。只有沈西的指纹。但如果有人拿走了沈西的手机，并在沈西身亡后又清理了指纹还了回来，那手机上就只能留下沈西的指纹。看颜色，像是巧克力。是巧克力，初步判断与陆景和赠送的那盒巧克力成分相同。这道痕迹是从左上滑到右下的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沈西自己留下的。
与聪明人交谈就是很轻松，但即便不考虑痕迹的方向，这个手机也很可疑。如果沈西失去意识前真的有手机在身边，那他为什么不用手机求救呢？而且沈西要留下他认定的凶手的信息，为什么不用手机？挣扎着从书桌上扯下便签写字，可比解锁屏幕输出路子费力气多了。除非警官，警方调查过17和18楼的楼道监控吗？昨晚沈西和江明月回房后，是否还出入过各自的房间？当然调查过。监控显示，昨晚21点，沈西与江明月回房后，他们的房门外都没人走动。利州隔壁的1816房间，昨晚23点有客人入住。除此之外，直到今天早上7点20分，利州退房离开酒店。1818和1817房间附近没人走动。1817只是个普通标间，江明月这个秘书住很正常，可换了一个当红明星住，就有点朴素了。警官，1818和1817之间那扇连通门的钥匙在哪？这个我们之前并未往这个方向调查。我猜利州入住时应该向前台索要了连通门的钥匙吧。是的，利州一直持有连通门钥匙，直到今早退房。谜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了。